塞美兰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换而言之啊，所有六个即将举行州选的州属呢，目前都处于看守政府状态，并将在最迟8月21号之前同步投选新的执政党。选委会官员是在这个星期三接获来自森州议会秘书穆哈默阿敏的解散通知书，责定今天7月1号解散森州议会。塞美兰州议会呢是唯一一个坐满5年任期的州议会。塞美兰一共有36个州议席，西蒙在第14届大选赢得20席，国政16席，国盟成员党则未能插旗。来临州选呢将是西蒙和国政首次合作，抵达来抵挡国盟来势汹汹的绿色浪潮。